常态兵班说了好多年了，能落实吗？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，地点是台中县。那么这一所国中里面有所谓的放牛班，这个学生在现场打杂除草被独家目击。当其他学生在上课时，这两名学生就在操场里面除草搬东西，时间不是一两天，整整有一年了。学校的说法是因为工友只有一位忙不过来，所以只好请学生帮忙。而且这两名学生本来就不喜欢上课，请他们帮忙，他们反而每天愿意来上学。学校的说法有道理吗？我们的独家报道。发动除草机轰隆隆缓慢前进，上课时间替学校除草的不是拿薪水的工友，而是被归类为放牛班的国中生。从国二到国三整整除草除了一年。什么时候来开始帮忙除草的？国中二年级的上课时间。这是第几节到第几节的时候来帮忙的？不一定，大概呢？对，第四节吧。整座操场上万平的空间，全靠两个国中生开除草机来回穿梭，拼命修剪。指挥他们的是学校的总务处主任，一下子要学生搬动铁架，一下子要他们拿起铁耙刮草，忘了他们到学校来不是为了当工友。所以我们都要先同意，哦，这个拢白读册。对了，这个当然不能剥夺他们的受教权了。两名国中生从下午1点午休开始到4点放学，为学校除草打扫完全未知心。这所国中编制了一名工友、一名修水电的技工，还要 B 段班的学生不爱念书就来除草，但学生的受教权又在哪里呢？我们只有一个工友嘛，然后一个技那个什么叫做技工，技工他负责水电的，人手不够用。对，就是人手不够。请 B 段班学生充当除草的工友，学校说这样反而让他们愿意来学校上课，学生乐得在外面爬爬灶，另类的因材施教引发争议。中天新闻张志南、朱显明台中报道。